然后我们在拍摄过程呢，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啊，就是使用过的水球。大家晚安，我是十四。我们今天晚上带大家来探索一处已经废弃了25年的牛肉肠。哦，这算是牛肉肠吗？没来啊。它早期为什么会叫牛肉肠？因为它里面都是表演一些可能比较香艳刺激的节目，就是老一辈都说这是五霸五霸，讲久了就变成牛肉肠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。那在探索之前呢，我有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。不是说今天要来找鬼，你一直在追剧追什么？我在看那个 Netflix 鬼屋探险纪录片呢，多学一些抓鬼的方式啊。我的 Netflix 怎么没有这种片？不是啊，我问你，你知不知道 Netflix 它北美版跟台湾版它所推出的剧内容不一样吗？我会知，你是安那会使看别国的啊？我告诉你，不要以为我只会挑衅鬼。我要告诉你一个妙招，使用 Surfshark VPN 可以跨越跨国浏览其他用台湾 IP 不能看的网站，而且 Surfshark VPN 提供一个安全性高的浏览连线模式，加密性很高，稳定度也很高。很多品牌的 VPN 啊，连线后它网速会同时降低，但 Surfshark VPN 同时可以保证你网速稳定，而且可以阻止恶意广告或者是网络的钓鱼木马。你看我那里追剧一点都不会 lag 啊。哇塞，Surfshark VPN 真是让我太下口了，他的血那么你太夸张了。麻烦你去看一下影片下方的链接，可以吗？没有，只有我的脚。我说观众啦，不是你啦。现在只要在影片下方链接的网址订购，并输入我们频道专属的优惠码 TRUE，还可以另外获得1.5折的年终优惠。然后订购2年的方案呢，还送你3个月的免费使用哦。重点是还有30天不满意的退费政策。我就问你，是不是非常的划算？那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跨国去到泰国、越南、缅甸、美国、俄罗斯抓鬼灵？你现在是精通8国语言是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回到现实模式，就开始来探索这间已经废弃25年的古巴顶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场内其实贴有很多像这样子，觉得应该是要宣导来这边的观众来这边享乐的时候，不能说享乐，来这边观赏表演的时候，不要去接触使用。好，我们要宣导大家，品是不好的东西，不要碰，对吧？这是个好观念。没错，很耸动啊，而且还影视巨星独大晋级，非常的给力。其实这个表演场所，也就是牛肉肠，它是违建，同时在废弃多年之后变成了危楼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它上方的这个石棉板啊，随时都有掉落的可能。曾经风光一时的牛肉肠表演场所，现在已经落得一副这样子荒凉凄淡的景象。让人家觉得很感叹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墙壁上的这个宣传标语啊，感觉到它可能是在生意不好，或是渐渐的经营困难的时候，曾经也有想着想要去做变革，而继续延续它的生意。只是有一点我比较不了解的是，全新招数指的是什么招数？知道的观众朋友，麻烦在留言区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
啊，不免俗的，当我们只要一到一个废墟或者凶宅啊，一定都会想要去观察一下它的厕所长什么样子啊。你刚不是在后面吗？没有啊，都没有声音了、哦。啊，是走怕了。你走开，你赶快走开，我要拍里面。对。哦，我曾经说过哈、哦。陈一鸣，走开啊！翻这很烦嘞、欸。翻死。好，我们重来哈、哦。我刚刚说什么？啊，对，我之前曾经说过哈、哦，在任何废墟跟凶宅，就是它厕所的地方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地点、哦、所以我们这些探险者来到这边，最容易让我们心跳加速的地方。啊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舞台上呢，有很多类似像是猜灯谜的题目，妈妈的众姐妹，啊。答案是多疑，小尼姑看嫁妆，答案是今世无份，可可。然后我们在拍摄过程呢，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啊，就是使用过的水球，然后也随处可见都有这个使用过的。所以他这里也很有可能是治安人口常常会聚集在这边的治安死角啊。看到这两件物品，就合理的替我们解说了刚刚为什么会有那种使用过的水球了。其实啊，在这边我们大概拍摄了快3个小时，然后现在已经渐渐的感觉到呼吸不是那么的顺畅，而且还感觉有一点点头晕，因为这边有点闷，对不对？ Mickey Mouse。 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录制 EVP 的环节。这只坏掉了，坏掉了。啊，还另外一只有带吗？我找一下。哎、欸，怎样？明哥，哪是？来，你看它少了什么东西？烤腰。电池呢？你上次忘记带摄影机，这次没有装电池，咋整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到底想怎样？你现在跟我讲清楚好不好？哈哈我们现在先用动态感知仪去大概扫索一下这附近，看看有没有类似疑似灵体的存在。在墙壁上面啊，还是闪现了。嗯，而且这个地方我们刚进来的时候，它不是有那个类似像它那个坐垫在滑动的声音吗？对啊，就这里啊。有没有？我就跟你讲，厕所是最容易藏污纳垢的。那就好像一个人在蹲厕所。他没有在蹲厕所，他只是尿急，而且他是一直出现在这边哦。这会不见？因为大部分以这个动态感知仪，有时候拍摄到的它是会闪现，那反而是这样子比较不会消失。我个人认为是准确度跟可信度会再稍微高一些。我就说厕所不干净。啊，这边也是。啊，不会是观众吧？他坐在上面了。
那应该就是观众了。或许也是因为为了当初的表演还在意犹未尽啊。那今天不知道在等19招还是20招？21招吧。厕所就是屡试不爽，总是有一些误会不会？不是阿碧是待厕所要干嘛？刚那个是尿急啊，现在这个嘞，从上往下偷看人家上厕所，这是男厕哎。啊，他是可能是女生啊。我这样分析没毛病吧？没毛病。对啊，色鬼。啊，你今天有带摄影机了？给讲哎，因为这边有点闷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是牛肉场，那我为了避免哦，不被女性观众录嘛，那替他们谋个福利，来到这里能不能说一段？不是，你现在这要拍进去了？啊？你现在讲的这是要拍进去的吗？替观众谋福利？你狗屁的，不可能啊！你北七哦，你不是你现在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啊？你现在以为我不敢？啊！我们用异色光谱捕捉到偷懒的摄影师，你不要遮啊！你不要遮，你帽子不要遮呀、啊！你帽子给我拿起来。我不要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